反而练打得太快了，他那个比较早出来。念久会变背骨。请奉神旨。不绝。请奉神旨。治病救人了，事不宜迟。信邪不共戴天，这样还会变几次啊？变现寒霜。七个字凑四句变成七言绝句，表情符号大笑。叫他打几次？八句啊。见识领命，治病救人了，事不宜迟。君游问相。这样打得死吗？好像。见识领命。请奉神旨。不绝。救人了，赤壁救人了。无方剑气，可以的。无方，再偷一下。有人去过东局找茶民宿住过吗？嗯，这个有没有触发都没差，不是关键。神魔共此破。变现寒霜，见识领命，会出来。见识领命，天游万象，这样会不会打太快啊？44，治病救人了，治病救人了，感觉有点打太快了。我神魔共等一回合啊，因为轰下去应该就。盾就开了。我没有绿色故伤手，表情符号难过。见识领命。所以我等一回合。治病救人了。等一回合。见血不共戴天。65就是打太快了。故伤腰，不绝。没有故伤腰吧？请奉神旨。无方剑气。好晕。英文有哦。红海军直接上。神魔共此破。那个要挨打才有。神魔共此破，适可而止吧。被远程对战，心邪那是防固伤。见识领命，心邪，见识领命，事不宜迟。天游万象，下回应该可以直接治病救人了，直接那个。终结掉了。红色的那个，直接终结。索拉丘卡啊，还不够。见识里面，看我的大兵力上。黄色才是防固伤。威猛大兵力，哼，也是9000嘛。自所以说你要马上挣8500-65就够了。主动攻击只有手和头有。你只要要拿8500-65就够了。
那个妖怪打你才会发动真傻眼。对，后面这个音碎贝甲古盾牌跟飞身就解完了。